二十四岁一下想不起来这么多了。拍七根的时候天气很好，景色也很美，有很多小动物。哎，在重庆也看到了彩虹，就是大西北啊，这些荒漠都很壮观。是来源于这个作品评价不错，还有别人的肯定吧。至暗时刻没有吧。以前的事我也不太想说太多，看到很多不是事实的话我也很生气，以前可能会去想解释什么，但是现在我觉得算了吧，因为别人说是别人的事情，我自己一个人也吵不过那么多人，没必要。我觉得已经挺圆满的了，其实要知足。请说。这几年发生的一切事情，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在共同陪我经历的，算是。其实我很想记住他们的 ID。 你叫什么？我应该记得你们的 ID， 我应该都能记得，都有印象啊。这个我记得啊，我知道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也知道。我的25岁，我觉得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，我会去憧憬。你还会别的吗？希望新的一年会达到一个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。不开心的事可能不太想记住，但是我又想保留我吸取到的经验，都挺好的，谢谢大家。祝我生日快乐。